不滿目，家家有本常念的經。第94集，顯陽法師積極揮毫及創造玄機書畫展活動回顧。哎呀，歡迎大家再回來這個快樂之道，家家有本常念的經。是啊，這位是楊師傅，鄧師傅。大家好，師傅好。哎，大家都好。如果你哋系听惯咗嘅咧，你哋就知道啊，一听把声就认得噶啦，嗬。嗯嗯，邓师傅你点啊你？我点？哎，最近真系好多大事进行、哦，好多大事进行，我又好多大事发生添。系咯，所以要马上转过嚟，唔可以容发生，因为发生俾人嘅感觉就系唔系咁好嘅，系啦、嗯，突然嘅。咁当然一定要讲一讲就系师傅嘅呢个积极挥毫啦，已经喺九月嘅十七号已经所谓嘅发生咗啦。啊，嗰、那个积极挥毫，我准备咗都一段时间嘅。系啊，我原先咧就以为喺沙田大会堂嘅，吓、嗯、咁啊。对上两次在沙田的讲座呢，我用着脚啊周围就度好晒啲位嘅。嗯嗯，点知十时之间 book 唔到嗰个场，嗯，转咗去理工，好彩理工嗰日即係嗰个月有一日係 啊未有人 book。真係好感激理工。真係好感激，真係好感激。咁我就臨時就去嗰度，去嗰度要解決好多問題啊！嗯，卒之都解決咗係嘛。積極揮毫其实係一个可以咁讲係一个工具。嗯。咩工具呢？透过积极挥毫，我希望多啲人能够睇到自己原来好有用。係冇错。我从来未曾试过咁样写字嘅。係。嗰塊板24尺嘅写嘅字24尺乘5尺。要解决好多好多问题啊。技术上嘅问题。技术上嘅问题。你估最大嘅问题乜嘢呢？最大嘅问题啊。即係你未做过囉，我知道。未做过啦、嗯、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因为垂直写漏墨啊。没错，滴墨啦。滴墨啊、嗯。我由温哥华试一路试到返嚟冇办法解决呢个问题。嗯、大家知唔知啊，就係杨师傅呢点样可以去叫做训练呢，或者尝试垂直嘅写，佢在温哥华嘅我哋嘅斋堂啊有一埲墙啊，咁师傅就在那里试了几次啦，但是真的墨呢滴到鼻啲白啦。是啊，好像流水一样。咁我去到星期一嗰、那个我用表演嚟讲先啦，星期一要出场表演啦，嗯。哎呀，星期六下就去试都仲系漏墨。嗯。冇办法解决，仲有两日点算呢，我用尽所有方法㗎喇喎。咁你卒之点样解决到啊？啊，都真系要用心咯。嗯，点样呢？我试下将两种唔同嘅墨，嗯，去沟佢。系啊，都流。系点样都流。终于咧就系反为用水去开佢。嗯，用水去开一种墨，咁用水去沟墨，通常会更流更快啊嘛，更稀啊嘛，系啊，我就逐啲将个比例试到某一个比例。嗰日喺屋企冇得廿几尺咁嚟试嘅，喺啲厕所门啊、大门啊、房门啊、背后啊，黐晒啲纸，黐晒啲纸咁就咁啊，逐张嚟试到星期一，嗯、即系临出场前嘅一日，终于俾我发现咗一个比例，嗯、啊，系沟落去之后佢系唔会啦，点样流嘅、嗯？所以如果你发现啊，留意一下，那个积极挥毫里边。冇一滴墨咁样流出嚟嘅，除非系、嗯、即系因为好大笔啦吓，点墨嗰阵时候嗨到少少，就有望到有一两滴。嗯，但系地下系完全一滴墨都冇。系，咁、啊、呢次师傅你真系创造玄机咯。可以咁讲啊，我希望都系带出呢一种精神。无论系书画展，无论系积极挥毫，都是说我们生活上很难免遇到很多很多困难的、嗯啊、想象到的想象不到的预先想到的或者突然之间发生的我们都是很多时候手足无措、嗯啊、都不知道怎么应付、嗯、但是只要是沉着、嗯、就是不要急躁、啊、想办法用心去想办法我很多时候我自己提醒自己就是哪里有问题
就喺边度谂办法。嗯，譬如我谂下我技术，咦，技术上我应该解决到嘅，系吓、啊，只不过系用具上系墨啊有问题，我就喺墨嗰度落功夫。嗯，你哋喺屋企遇到嘅困难，其实都系一样。嗯，啊，两个人相处有问题嘅，就喺感情上落功夫。啊，使钱有问题嘅，就喺经济上开源节流去想办法。嗯。我成日好希望，我就系用一种咁现实啊，咁现实又咁活生生嘅例子，希望大家能够受用啫。嗯，咁咧，如果讲翻呢个即席挥毫就好成功啦。咁当然就带到一个做到一个宣传嘅作用啦。所以我哋知道喺师傅你嘅呢个10月1号至3号嘅书画展咧都好成功，都好多人嚟即系支持啦。啊，真系好感恩啊！我自己好感恩啊，好托赖。嗯，特别系开幕嗰一日嗬。嗯。啊，好多好多位长老啊，坐住轮椅啊，几人搀扶啊，佢哋都嚟对晚辈嘅一个支持鼓励啊。咁嗰日系我谂系我一生人最大嘅日子啊，邓师傅。肯定啊，其实对师傅嚟讲，甚至对中心啦，其实真系好感恩各位长老咁。即系可以嚟到，佢哋好慈悲嘅，一知道咗之后咧，啊好啊好啊咁，根本好多年我系边个佢哋都唔知道，嗯，但系佢听到哦用书画啊咁啊，咦比较少有、啊，咁佢哋又嚟啦，甚至系一个女众嘅出家人啦、啊，咩女众出家人啊？即系师傅你啊嘛，即系可以嚟支持好感爱护啦，系啊，佢哋听到佢哋系。无论自己几虚弱啊，甚至乎带住少少病痛啊，佢都嚟支持。系啊，师傅你冇可能冇注意到啦，我哋企喺即系月后边啊，即系完咗呢个开幕礼之后，即系各位长老咧，咁就叫做绕场一周啦，去睇下你嗰啲书画，咁又即系长老们咧系好用心地去睇，甚至你写嘅嘢、你画嘅嘢系可以画。用了很长时间行两步企低然后再一望。哇我们都真的很感动啦。是啊因为他们自己呢、连企企在那里的能力呢其实都很弱的。嗯。企在那里都需要人来搀扶年纪大啊、是啊。但是他们都很坚持呢逐幅逐幅看。嗯。这个对我啊对我们的中心是一个我自己感觉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没错。啊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做的每一样东西身边是有人、是有人注目的 是有人关注的、只要我们自己真真正正做出成绩、啊、那你觉得画工怎么样、我怎么说怎么即直情是好啦。这个其实不单止是个画的问题、虽然有些人就、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是、大致来讲大家都讲得很好的。即系因为师傅嘅譬如话弥勒佛嗰度咧，其实你睇你嘅呢个线条嗰方面，如果冇一个功力嚟讲嘅话咧，就肯定画唔到咁一个效果出嚟。邓师傅刚才讲嘅有啲人嘅意见系咩咧？佢话点解唔画彩色嘅？系啦，彩色嘅，嗯，咁啊，佢又唔知道如果要画彩色咧，第一时间啦，嗯，第二咧其实。功夫最难是黑白的画，冇错，嗯，即系叫做冇颜色的画是最难最难表达的，系，因为如果有颜色可以遮遮掩掩，嗯，如果你是纯粹是黑白的话咧，系真系睇你功夫嘅，嗯，所以好多人咧懂得画画嘅都是画水墨画，嗯，水墨画是真系点讲啊？人哋一睇一表露无遗，得唔得就？看到了是吗我都很大胆啊我其实很大胆。不过我想着我有书法的功底。没错。对线条我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嗯。同埋事实上又真的我不惯这样去染这样色。譬如弥勒佛那你比件什么衫去衬呢你要考虑很多东西。嗯。那我索性就是不上色。嗯。即使是有小部分有很浅的颜色都好都是很少几笔。嗯。是很不规则。可以讲是不是传统那种染法。咁、有啲人就哎呀如果俾佢彩色衫佢着咪会靓啲囉师傅。我可能见仁见智啦。冇错係啊。咁因为我本身画画写字其实真係好快。嗯。
台上面嗰嗰个直直挥毫咧，嗰八分钟，九分钟，嗯，九分钟，连画一尊好简单嘅一段和气嘅弥勒佛，连写一首弥勒菩萨嘅偈。九分钟连埋几上，讲真系真系好快，即系你廿几尺嚟讲。但系你个功夫系几十年落积落嚟嘅。所以人哋话咧，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系真嘅。系真嘅。其实师傅出咗家之后咧，就冇乜点样去写毛笔噶啦。有病重嗰阵时候，系病重嘅时候，但系唔系话好似人哋咁样日日都写噶嘛。十几廿年，十几年都真系好少机会拎起支笔。我自己感觉近呢几年啲字系好大变化嘅，特别近呢几年翻咗嚟香港之后，奇怪啦，啊，点解嗰啲字会变得咁紧要嘅咧？有啲变动我都唔认得嘅。咁师傅，请问你觉得系点解会变咗咧？我咪话过，我每一次坐亲车，一定望招牌，一定睇啲招牌嘅。系沿路系咪好多招牌啊？好多系以前好多好有名嘅。嘅人写，或者即使佢冇名咧，招牌字系最难写嘅，大啊，你冇功力系写唔到嘅。有几位嘅老长辈级啊，长辈啊，佢写嘅字由我细个已经好中意睇，我唔知佢系边个，但呢首字我好中意，咁一路睇，睇完咧，我好多时候就喺个手个大髀啊，系大髀嗰度咧，搵只手咧就一路咁就写，一路咁写，写下写下，几多年嘅习惯咗，咁反为喺嗰度就练就咗自己。虽然冇用毛笔，但系都系用个心去练字。其实可能呢个功夫，可能呢个方法会更好。所以呢度我哋大家都可以睇到啦。我哋平时睇招牌睇乜嘢，有冇入心啊？甚至嗰个心喺唔喺度都唔知道，系嘛？咁师傅咧，呢度其实系一个提醒啦，俾我哋。你做乜嘢嘢当下，其实我哋有冇用心？当下喺唔喺度？或者咁讲，我刚才讲所有嘢都有一个工具，书画战系一个工具。即直挥毫是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呢每个人都可以用的。当你每一件事包括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能够用心，你将这个困难，这个困境，这个困局，你看成是咦，都是我人生一个工具。什么工具呢？令你以后走向更好的生活的一个工具。哎呀，得了，每个人都得了。难的时候，是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考验我，看看我能不能够过得到，能不能够善用这个困难令我自己提升，这个挺好的。我经常就用这个当日其实画的画剪出来的只是小部分，字都是小部分，很多都是很小部分，有绝大部分，有三分二是未剪出来的，但是拍了相机旁边给人家有心请那些，他们就会去请。在那个时候我根本很短时间，很短时间要去准备的时候画那个画，我在温哥华就改了机票，迟了，迟点回来，迟点回来。在那段时候邓师傅你很清楚了。是啊，一日可以你看的很多幅画甚至书法都是在一日里面。甚至好短嘅时间，两三日就已经搞掂晒噶啦。唔系搞掂晒，边有咁咁简单啊？不过你睇落去好似好容易吓。但系呢度真系师傅佢写嘅时候，今日系写字日啊，真系好啦。但系有啲日子咧就话今日唔得，今日唔系画画嘅日子。嗱，所以咧一定要知道自己嘅。我哋每一个人咧有啲嘢咧随缘，咩叫随缘咧？呢个缘系乜嘢咧？是你当下的条件，好奇怪的。如果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我很留心我自己的心态。那天你是很想大笔去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偏偏我画那些佛像，譬如线条是要画个头，你要是很仔细的嘛。今天是不是不啱你大笔啊？但你当时的情绪是啊，你是很需要有道力。那道力你如果能够用得到的时候，那些字会很漂亮的。咁你夹硬逼自己运咗落去，去画一啲好细微嘅线条，
是不是撞板呢、嗯、即是不得善用。没错。所以我试了几次之后，咦，画一两张都是不得的话，我马上那日或者那分钟即刻不画画，拿张纸出来试一下大隻字写下去，咦，得喎、哦，咁、嗯、就一路写字啦。咁、嗯、有时调翻转啦，你今日写完字，你以为听日可以都系写字嘅，唔得，我一定我攞张纸出嚟试一试、嗯。今日写字得唔得咧？通常寻日写完字嘅话，今日就唔可以写字嘅。点解啊？嗱，攰啊。嗯，写字你唔好睇一啲小嘅字啊，或者系大嘅字唔好讲啦吓。小嘅字，小嘅字要讲行气，嗯，要讲每一个字。特别字数多细字嘅字数多嘅时候，字同字之间要有呼应嘅，望落去先至舒服嘅、嗯。当你嗰阵时已经攰嗰阵时候，哇！你要再写字嘅话，又吃力啦，唔得。咁、嗯、我又执埋佢，于是就攞张画纸出嚟，攞张画纸出嚟试下仔细啲嘅，系画啊得啊得！嗰日就系画画日，咁、嗯、我就好专心画画。系你见到我啦，一做嘢嗰阵时候，我就个个都唔理嘅，乜、嗯、嘢事都唔顾嘅。系啊，我只系专心。边个叫我，我都唔理。嗯、有啲咩好嘢我又唔听，有啲有啲咩烦恼我又唔会去谂，只系专心。嗱，呢一个都系一个生活嘅智慧。嗯，呢、这个真系，所以咧唔怪得知有啲朋友嚟到呢个书画展啊，佢自己睇下，譬如话师傅你有一幅《心经》啫。啊、病得好重嘅时候写嘅心经，佢话一幅已经足够啦，已经足够提醒佢啊，系点样去面对翻自己嘅问题啊？系啊，嗱、嗯、呢、这个就系用心去睇啦。系啊，因为当时系病到坐都坐唔到起身，我坐喺度嗰张凳系好多样嘢垫住嘅，即系嚟撑住我嘅、嗯，又吐紧血。嗯，而心经用街书去写。200多字，我而家写好快，嗯、但喺嗰阵时候系拎住支笔，只手都震嘅。咁、嗯、但系震得嚟咧，又冇手震嘅痕迹嘅。咁仲有、哦、你200多字会有笔画错嘅，有错字，一错身我嗰张唔要。咁有冇试过一日要写几多张啊？有啊，试过啊。即系差唔多几多张啊？唔记得，唔记得啊。试过即几次都要换纸嘅，换、嗯、纸嗰阵时候换一张嗰阵时候，你就会好快精神。但我就唔会话，哎呀，真系激死我啦！写到呢度冇，我冇 A 个半句，只系默默地自己攞张纸出嚟换咗句，由头再嚟个。嗯，就更加要专心啦。呢、這个就系训练我哋嘅耐性啊、专注啊，同埋真系好珍惜当下。嗯、可能而家嗰种情绪咧，可能我而家做未必做到噶，因为嗰阵时都话咯，今日。唔知听日自己能唔能够再生存，所以我唔会嘥时间去怨自己啊，去猛咁谂啊，点解会系咁啊，全部冇嘅，即系好专注咁样。我希望留多一部心经，或写多一部心经，或多一尊佛像，写多一笔都好。其实笔笔对我哋嚟讲都有收获嘅，喺我嚟讲，同样。如果你是感受到你的人生很多挫折的话，我只能够提醒你，其实每个困难每个挫折对你来讲都是一个鼓励，一个帮助，都是一个成就来的。如果你能够这样看的话，有很多现象，有设计师，有书法家，他给了卡片我，开着什么工作室做什么，他拿张卡片出来的话，他说法师我完全不认识你、我在杂志那里看到你，我有些兴趣对一个女的出家人这么够胆开书画展、我就有些兴趣走来看，他说看完之后你只是你手字的话我不说、只是你手字已经有几十年的功夫、我说是啊，我真的由几岁开始，他真的很懂看、几个、好东西，所以说我们做什么其实是有痕迹的，我哋唔好以为人哋唔知道，包括你哋而家或者我哋而家过紧嘅困难，唔好以为你嘅苦人哋唔知道，其实知嘅，知道你嘅苦咁啊点咧？好似我当时好俾心机去练字练画咁样，咁啊点啫？人哋见到我辛苦啊，咁啊点啫？我都系要继续写落去，你有困难，你条路都系要继续行落去，行到几时啊？水到渠成，咩水到渠成啊？我写字写啊咁耐，都系等到而家50多岁，先有一个咁嘅机会，咁嘅机缘，向大家展示我嘅心，唔系展示我嘅字画。
开幕嗰阵时候我已经讲唔好用一个画家书法家嘅标准嚟衡量我。哦，我唔系，嗯，我只系一个好想服务大众嘅出家人。嗯，我希望藉住我呢一个条件，我呢个专长，去为自己为大家做多少少嘢。嗯，除了因为二十分钟来讲要讲一个书画展咁丰富的呢，即是一定要取舍啦。咁师傅呢就画了好多这个叫做线本，是吗？啊，可以咁讲。咁师傅呢在这个线本呢远咩条条啊，咩条条啊，即是好远的水路。哦，我在北京买的。去到北京呢买了这些线本回来呢，就画了一些兰花啦，或者竹啊，白菜仔啊咁样。然后最精景呢是在上面呢提了好好的字啊。譬如说这一幅来讲就是素养兰花有姓名，不缺难以佢形声，硬着头皮今日试，借雷风度免世情。哇，真是好句啊，师傅。当时好多人喺度默默咁样抄呢句子。嗯，呢句子我好鍾意嘅。係、啊。甚至系你即係叫做独一无二啦，每一幅呢个扇面啊扇本入面嘅画同埋呢个字完全都系全部都系新嘅，唔会有重复。基本上咧，基本上冇重复嘅。可唔可以讲一讲呢一句咧？吓，素养兰花有姓名啊，即系我自己啊，一路好中意兰花，知道佢好响当当啊，喺我哋花草界啊，或者书画界里边，梅兰菊竹啊，我好素养佢，不绝即系我嘅技术啊，难以绘形声，我画唔到佢嘅神髓啊，冇咁嘅本事。硬着头皮今日试啊，即系勉为其难，我今日都试下画啦。最主要就系呢句啦，借来风度免世情。兰花有君子自称君子兰，系咪啊？嗯。借来风度，借你嘅君子之风，君子嘅风度，勉励而家嘅人。嗯。啊，做人对人对事要有君子嘅态度。嗯。吓、啊。好唔好啊？非常好啊！所以我马上已经请咗啦呢一幅。呢幅你哋睇唔到嘅，因为我一写啊，邓师傅已经抢咗佢啦，真系好靓啊！系啊，嗱，另外一幅咧都系我收藏之就珍藏嘅嘢嚟嘅，叫做咩啊？已是琵琶犹似葡萄，随夏随冬。屹立不倒。嗯，今时琉璃终成马老。啊，师傅又请你解一解啦。呢一个都好靓啊，即系画嘅咧系葡萄嚟嘅。我话佢咧似是琵琶，好似琵琶果树咁样啦吓。又似葡萄，即系你睇落去，因为水墨画啊。嗯。任你点睇，都系即系话葡萄同埋琵琶都系圆碌碌嘅吓。只不过因为水墨你睇唔到有颜色啦，啊，随夏随冬屹立不倒。所谓不倒就即系话，佢即使系冬天如果谢咗枯咗，跟住佢又会开翻。意志力好强咁。系啦，嗯，佢唔会轻易屈服喺风霜雪雨之下嘅，啊，咁啊，今是琉璃，而家系琉璃啊，啊，即系透明嘅吓，譬如咁讲吓，终成马路，琉璃已经系好好噶啦，即系话而家你已经。唔错噶啦，终成马路，你挨得起风雨，挨得起春夏秋冬岁月嘅折磨锻炼嘅话，终成马路，你会提升自己更高级。哇，咁呢个对我嚟讲几重要啊，我都要好记得先。啊，你又好嘢啦吓，我识货系咪，师傅？希望大家都珍惜自己。嗯，我哋其实每一个人都系一件好珍贵嘅宝物吓，好好珍惜。希望你哋都系今时流离。忠诚马路，系咁，我哋下一集再见。